会起心动念，这个要练习。所以，口其则无诸过，心其最重要。刚刚的内心里面不起心动念，爱的、恨的、喜欢的、不喜欢的，所以这个叫烦恼、贪、嗔、痴、傲慢、嫉妒、怀疑，种种这些会造成诸漏业因。这句话，漏就是生死啊，痛苦叫有漏。所以有漏都不就近了，大家要追求就近的人生，好不好？佛陀告诉我们，让他做皇帝，哪有人？你看这个假的佛陀长得帅不帅？假的而已呢。啊，那真的怎么办？所以那没办法形容。所以，但是问题是，佛陀的他这个外表，他一点都不执着，他只是修好这个外表要度众生这样而已啦。啊，但是内心里面。他没有，他是用这个身体声音，只是一个幻化的，目的要让对方懂得佛法，进入他的心比较重要。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，乃至农历七月份斋戒期间，秉至虔诚，内以六念静其志意，更重要了。守了八条戒律，内心的正念最重要了。第一，念佛慈悲导师，各位阿弥陀佛伟不伟大？太伟大了！看看经典啊，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，哎呀，太殊胜了！阿弥陀佛，药师佛庄不庄严？哎呀，十二大愿，药师七佛，所以每一个菩萨，就像我刚修行，我是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本身故事，我真的是五体投地，太伟大了！历史上真实有这样的人啊，所以我要面每一个佛。之所以成佛，是为了利益众生。在利益众生的时候的过程，以无量劫的痛苦征服自己的贪嗔痴，乃至这个头就被切了1000次，眼睛被拔了1000000万次，这个骨头脊髓为众生而奉献，无法计算。所以佛陀在每一寸土地、每一个生命身上都流过血，用过他的生命来跟我们结缘，最后成佛了，我们才愿意接受他的教法。慈不慈悲？慈悲。所以我很喜欢这4个字，念一下：慈悲导师。有一天有一个居士叫我给他写毛笔，我就写慈悲导师。他问什么意思，我说做别人的导师了，你要慈悲了啊，你要表现慈悲，用慈悲让别人感动你。他说这个很难呢，我不贴出来啊，贴出来怕被骂啊。所以各位可不可以慈悲？可以的，可以慈悲，也可以生气。你为什么要选择生气呢？选择恨呢？所以佛陀制定8万斋戒，1天你都做得到，2天你也做得到，1个月你也做得到，1辈子你也做得到，为什么不做？我今天跟各位说，你好好守8万斋戒，我明天给你1000万，做得到吗？你会说整个月好了，我不用上班。你今天所包括在界82岁让你变28岁，当然好，对不对？原来你都做得到了，谁做不到啊？谁都可以像佛一样的过一天的生活啊，谁都可以像阿罗汉一样过一天的生活，那你为什么要允许你自己去生气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很简单的，就念一下：众生皆有佛性。所以本讲堂义工请注意，以后要做人家的慈悲导师，我听到对不？做义工要做人家的慈悲导师，叫义工嘛啊，义工不是管人的，是被管的，被骂的，你看这样你才消得了业障啊。第二，念法。那你为了要成佛，那你要了解佛陀所修行的法，讲出来的法，信因果啊，出离心啊，空性啊，波罗蜜啊，念一下三法印、四圣谛、八正道、12因缘、37道品、4色法、4弘誓愿、6波罗蜜、10波罗蜜，这些佛陀的教法，华严经、心经、阿弥陀经啊、阿含经，那各位要多去读诵思维。第3，念身。那按照佛陀的教法持戒修行发菩提心者，那叫人天福田，多去供养这些人天福田啊。那贫穷的人可以变富贵，三恶道了可以升天。所以各位，同样一个人可以成为
别人的福田跟凡夫，你要做哪一种？人天福田啊，你只要好好持戒，好好持戒。所以在家持戒五戒八戒菩萨戒，出家要好好持戒。所以念佛念法念僧，那各位虽然听得很简单，但是要保持正念不容易啊！等一下你的东西被偷了，等一下你家里打电话来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你要保持正念，因为今天守八关斋戒啊，所以用佛法来回向给他。这样第四念天，如果你好好持戒，那来世至少升天长寿安乐。那我们大乘佛教不求人天福报，进一步还要往生净土，好不好、啊、无量光无量寿。第五念戒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守戒律来净化自己的身口意。第六还要帮助众生念布施，普济贫穷。这个世间啊，没钱只是世间穷，没有佛法还真贫穷，了解吗？所以各位要多弘扬佛法，透过各种方法。那你要弘扬佛法，你要被持戒，一个被接受的人格。如果你这个人会骗人啊，那是动机不好，你讲的法再好，人家不能接受。所以保持六念法，外以八支约束其身口。第一，不杀害众生；第二，不偷盗；第三，跟我念全断淫欲，好不好？你不能讲你结婚了还讲好，今天而已。人家说哎呀惭愧摩托啊，我们出家人可以全断淫欲，讲得很大声啊，不要光这一辈子，来愿尽未来际全断淫欲，太伟大了啊！诸佛诸成佛以后就全断淫欲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对佛来讲，如果佛陀视线结婚，那他有没有淫欲？他是有的，但是他只是一种视线，对他来讲是在喝个水一样，他没有心理的欲望啊。当然这是一种成佛以后的不可思议，但是当然在过程里面还是要老实持戒。但是对佛来讲，菩萨戒是心法，他内心里面没有，但是站在解脱道外表要守好。所以至少今天全断淫欲。乃至第八，过午不食，离非食时，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，成为出离世间轮回。念一下世间轮回苦啊，这一点各位要一直提醒自己啊。假设现在外面温度是40-50度，你就站在太阳下，苦不苦啊？昨天就有一点太阳，有一点热了，对不对？我刚从欧洲回来，回到台湾怎么这么热啊？啊！那欧洲的天气，这边就是潮湿，一下机场有两个世界了啊！而且那边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晚上没蚊子，真羡慕晚上没蚊子啊！所以我们已经那个网随时都带着到欧洲没用啊！这夜报不一样吧？每个地方夜报不一样，所以。脱离世间轮回，得到解脱，解脱根本，生死轮回的根本。今天有菩萨说：“师父，今天要讲普通话。”哦，是。老菩萨拍谁啊？啊，受持八关斋戒的殊胜功德，各位啊，老实受一天，这12条都可以得到，而且回向给众生，回向法界，回向成佛，一起念来。一。脱离病苦，二消灭罪障，三免除横祸，四远离恶趣，五福报优厚，六成就迅速，七来世尊贵，八得生天上，九往生住缘，十临终欢乐，十一得向好身，十二成佛道缘。我还是要解释一下，药师经说，就算有人得重病，我们守7日7夜八关斋戒，再来替他点灯放生持咒，那么病苦可以消除，可以长寿。所以各位呢，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忏悔持戒，改变命运啊，一日一夜。
第二，消除罪障，除了杀死父母的无间罪没办法一时消除，其他的罪业都可消除。所以各位很重要，不能光享受幸福快乐，一定要忏悔业障。你再多钱，结果等你钱赚到了，然后一场车祸，一场重病也来了，跟钱没有关系啊。那现在有媒体，有网络，随时可以看到事件的变化。所以守八万斋戒，各位多守。如果你觉得你业障重，或是来替父母转业，所以我们出家人都是替爸爸妈妈转业。像我妈妈得癌症，所以我守八万斋戒一年，发愿出家，这样啊，那我妈妈就好了。所以我想自己好好去做，所以可以消灭众生的罪障。虽然你身体很健康，你想我为众生受八关斋戒，当愿众生脱离病苦，当愿众生消灭罪障，啊，这个功德太大了，福报太大了。第三，免除横祸。所以一个人守八关斋戒，地方上无灾无难，没车祸。所以来念一下，回向地球，回向法界众生，无有横祸啊，就水灾啊、淹死啊、车祸啊等等。第四，远离恶趣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乃至不好的地方、八难边地，你会远离吧。所以生生世世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念一下20小节，不堕落三恶道。所以各位，今天有人拿1亿美金跟你换，你把八关斋戒功德给我，我1亿给你，要不要给？我还是说1亿给我吧，功德回向给你，因为有1亿可以做很多好事的。但是你回向给他，你自己功德更大，不是说我怎么舍给你，没办法的啊。但我回向给你，可以的啊。所以各位，远离三恶道。第五，福报优厚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你如果发愿投胎做人，念一下60万世福报，不用上班，不用上班，不用想钱，反正钱跟着你，含着金汤匙来投胎，了解吗？现在很多人叫富二代、富三代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很有福报，福报优厚。像我这个人，大富大品，大富大品，我这辈子。因为我的家庭，我爸爸做大生意，然后忽高忽下，忽高忽下，哦，我已经看开了，啊，所以轮到我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，啊，但是有钱哦，过了有钱；没钱过了没钱的生活，这个世间就是，但是有钱真好，啊，那现在不要钱，那现在还是要更需要钱，有钱可以帮别人，对不对？可以去放生，可以去帮助老人，可以去帮穷人。啊，我现在比以前更贪了，啊，所以佛经说，菩萨不怕贪，菩萨怕嗔恚，嗔恚会舍弃众生，会下地狱。贪心可以早成佛道。各位要不要贪？贪助念，贪布施，对不对？贪奉献，要这样贪吗？啊，第六，成就迅速，那你会守八关斋戒，可以让你。早消业障，开智慧，早有福报，这样了解吗？你老公要做大生意怎么办？问我守7天八关斋戒，太太替老公守，好不好啊？你老公打麻将不要生气，在家里守八关斋戒，回向给他，搞不好人家还赢钱呢，啊，还分一半给你做功德呢，但是你就可以快速成就。第七，来世尊贵，做皇帝，做国王，普达王，守一次八关斋戒，前世做奴隶，这辈子做年轻大国王、高富帅，啊，因为他一个人守八关斋戒，整个国家都被他影响，整个国家都守八关斋戒。因为后来佛陀把普达国王上辈子是奴隶，很多人都看到那个小奴隶死了，现在就是你们国王。为什么过去守八关斋戒？哇，结果全国老百姓六斋日都守八关斋戒，因为他们佛陀给他们证明，而且太多人知道是小奴隶了。国王本来没儿子的，居然可以怀孕，啊！因为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所以各位国王好，各位皇后好，下辈我们好好合作啊！要么你做有钱人做皇帝，那我还是做穷出家人，啊！但是大家好好的去护持三宝。第八，
得升天上，升天，